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节目的开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四位情感导师是谁。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艾米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张雷老师，欢迎。好了，接下来就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自从他病了以来，他根本不配合治疗。我想因为我拖累了他成为累赘。我真的不想放弃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能有人帮我劝劝他。我亏欠他太多了，我只想好好补偿他。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刘先生62岁，来自贵州，退休。有请刘先生，有请。吴女士59岁，来自贵州，退休。有请吴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现在不想治疗了？不想治疗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亏欠他的太多了。您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让老师们的帮助，让他重新燃起一个生的勇气。我今天来，就是想寻求大家的帮助，帮助我劝劝他，希望他不要放弃。听明白了，咱要不然这样，咱坐着聊，好不好？可以。来来来，结婚多少年啊？30年前吧，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婚后呢，有3个子女，一个大女儿，一对双龙凤胎。婚后的日子呢，确实苦。我们一家人就靠摆夜市摊种牛奶，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渐渐的呢，孩子们也慢慢的长大了。我们的日子也快熬出头了。我和他不说享福，就是过两天轻松安稳的日子。哪知呢，就是年前他咳嗽的特别厉害，然后我们就送他去医院检查，一查就查出了癌症，肺癌晚期。当时我们感觉我们的天都塌了，一家人就哭了一场。哭完以后还是要想办法去救他。那么就赶紧送他去医院住院呢。哪知呢，一个星期刚满，他没有告诉我们家人，就直接私自办了出院。为啥你要办出院啊？在医院里面就是输液打针，输液打针，再加上要过年了吧，所以我就出院了。他这个出院的举动你们家人是不太理解是吧？当时查出这个病来，他不相信，他很抗拒。他说我几十年没生过病，为什么一查出来就是癌症。然后我们又连续带他看了3家医院，3家医院的检查结果都是说是肺癌晚期。当时呢喊他治疗还是很抗拒的。然后他私自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医院打电话给我女儿说你爸爸出院了。我们当时就大吃一惊，就怎么他会出院呢？然后我们急了，我们就赶紧让他回去继续住院。去了吗？然后呢他就自己冒出一个想法，他说我去看中医，因为医院里面已经跟他说了要放化疗，他不接受这个治疗。我们也跟他做了工作，他也做不通。他说要么我就不看，要么我就是选择看中医。吃中药。听从他的，我们就带他看中医了。看了中医以后呢，就抓了中药来吃，他也不好好吃，东一顿西一顿的，每天都是我的给他熬药。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去复查，复查以后呢病情没有好转。这样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说还是回去做放化疗吧。他坚决不去。要么我就让我自生自灭，要么我就选择吃中药。这个既然抗拒西医啊，选择中医也去看了中医，为什么不好好吃药啊？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病啊，所以我就不吃了这个中药，吃起也挺苦的啊。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事实是吧？对。但是对家人来说，一直都不抗拒，对抗拒都不接受。对家人来说很痛苦是吧？他说你们别把我当个病人，我就是个好人。他说因为前期他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他说我没有哪痛啊，我怎么有病啊，我没病。他说后期痛得厉害了，睡不了了啊，走不了了，喘得厉害，睡不了觉，他才配合吃中药的。行，不是也配合了吗？就好。那除了这个你还做了些什么事儿？你们家属担心啊？他已经对自己的生命不抱什么希望了。你有这想法吗？有啊。真不抱希望了？真不抱希望了。
哦，所以医院叫我放化疗，我都不放化疗了。我准备带我爱人到处玩玩，因为我亏欠他太多了。这不是挺好吗？正好找一个理由歇一段，全国玩玩不是挺好吗？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他背着我偷偷的在吃烟。哦，还在抽烟啊？我已经抓到四五次了，我每抓到一次我就哭一次啊！我就求求他，我说，因为这个烟害你到现在，你还这么舍不得他。我说你吃了几十年了，你现在不吃，你现在你是要命还是要吃烟？他说我烦。大夫让您抽烟吗？对。那您干嘛要抽烟啊？心里烦啊。烦什么呀？因为自己得了这个病。你还想不想带他全国各地去玩啊？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带他去玩一下。哎，啊，我也不亏欠他了。对呀，啊，出去玩了吗？还没有准备。准备哪行，赶紧先把烟戒了，咱得出去玩啊。今天好像这个儿子也来了是吧？啊，对。好，我们把儿子请上来，来有请。这个是龙凤胎儿子是吧？对。你觉得你爸现在是怎么想的呀？我爸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了，因为我手上已经拿到这本他的日记本了。那给我们分享一下吧，看看老刘到底怎么想的哈。2020年12月3号，老了老了，好不容易都长大了，怎么还查出了肺上的毛病？我这身子这么硬朗，没生过病，我现在能吃能喝的能有啥毛病？2020年12月12日，我看都是吓人的，哪有这么严重，抽根烟都要和我哭着吵，真是没办法，自己吓自己。2020年12月20日，医生就会吓唬人，家里也都被吓住了。我没什么问题，我自己身体我还不清楚吗？这个应该是，是不是刚查出病的时候？对，他是不太接受有这个问题的。2021年1月6日，脾气总是一点就着，哎，我自己身体我自己清楚，没多大问题，结果也还没出来，希望一切都是好的吧。这个时候好像到1月份内心是有转变的，然后呢？2021年1月17日，三家医院都说是肺癌，家里人背着我哭，孩子都长大了，能和老伴过过清闲日子了，还查出这毛病，估计要很多钱吧。在医院里住着，每天各项检查，真的不想治了，添麻烦，让老伴也跟着难受。2021年2月3日，不想春节还在医院里过年。前两天听说儿子女朋友散了，估计也是因为我这个病吧，给大家添麻烦，不想成为这个累赘。我这儿问一下，是女朋友散了吗？啊，是的。他的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个原因，他们已经分手了。什么原因啊？就是想到他爸生病了，要花很多钱。谈了多久啊？3年。父亲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他妹说的。哦，妹妹说的啊。我特想知道，就是当三家医院的这个复查都查下来之后，你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个什么心理状态？感觉我的天塌了。儿子一家人就大哭了一场。儿子呢？当时一家人，我姐、我妹嘛，还有我妈都在哭，但我想着哭不能解决问题啊，然后我肯定必须要镇定下来，就想着既然不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只能想解决办法，而不是哭。当时想着就是钱没了可以再挣，然后但人没了又真的没了，然后就想着尽力给我爸治吧，就全家尽心尽力的给我爸。老刘你咋想啊？不想吃啊，我真的不想吃啊。你是怕拖累他们是吗？对。他也说了，他还有点儿女没有结婚，他不想把这些钱用在他的身上。那你们跟大夫咨询没有啊？他是个什么状态，什么状况啊？咨询了，治多活几个月，不治少活几个月。所以对您来说，觉得那几个月，与其那样，不如带着老伴儿全国各地走，对对对对，是吧？哎，有计划了吗？有啊。准备往哪儿去啊？准备往北京啊，沿海一带玩一下。好，北京和沿海，哎，是吧？对。这结婚30年也没带他出去玩过吧？没有。你刚才这个说心里挺亏欠他的，欠他什么呀？你觉得？欠他和我吃苦，把这几个孩子抚养大。我说不下去。啊，你今天来是想跟你爸说啥呀？我就想劝劝我爸，就说一家人都在积极的，为你想办法。你只要配合治疗，然后多听家里面的意见，不要这么固执了。然后就一家人尽力了，然后不管时间是长还是久，我们作为子女的
然后心里面也不会留下遗憾吧。就多听妈妈的话，妈妈不会害你。从年轻到现在，你爸现在是一点都不配合治疗吗？现在治疗也没多大用。所以呢，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啥？现在就保守治疗，吃中药嘛。就我爸现在吃药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就是有人监督他就喝，没人监督他就不喝，然后包括还私底下抽烟。本来得这个病就不能再抽烟了，然后就叫他别再抽烟了，然后听话一点，这种东西心态好一点，我觉得可以战胜他的。儿子说了他自己的看法，读了父亲的日记啊，谢谢你，来，请回，请回，请回。大姐，他一直在说啊，你们家老刘一直在说，说这辈子对不起你。觉得在不知道他得病之前，你们俩的婚姻生活怎么样？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婚姻生活还行。反正有了几个孩子还是感觉很挺幸福的，在家吵吵闹闹是肯定少不了的，但是快乐总比那您接受他提出的方案吗？一边接受着保守疗法的治疗，一边带您出去玩。但是现在他有这种想法已经可能很难实现。为什么？他现在走不了，他很喘，我家坐六楼，他就要歇3次4次他才能回到家。所以说现在您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被现实打懵了呢，还是说现在我知道了这个现实，我是希望在他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能过得相对的舒服一些，是哪一种？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他的时日不多了，我尽量的，我们一家人尽量的想方设法的能陪一天，能陪他一天就是一天，让他开开心心的过完他最后的日子。所以今天来找是想找一个让他怎么开心的方法的，是吧？是不是这意思？就是在里面劝劝他，我们家人永远都是爱他的，都是想方设法去关心他。老刘，你知道他们都爱你吧？我知道。啊，你看他知道他们爱我。有时候我就说，一家人这么关心你，你还发脾气，他就说反正他好像有点那种我好不了单，我就自生自灭。他直接说了，你可以不管我啊，让我自生自灭呀。明白了，就是家人希望他能够努力向上的去创造一个奇迹，但是老刘好像没这么想，是吧？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奇迹吗？我不相信。你一开始被查出得癌症的时候，你也不相信有，对吧？对。后来复查，你怎么就相信了呢？疼了，不疼我根本不相信。那你现在相信了吗？现在相信。哦，对啊。现在相信已经晚了。那谁说的是晚了呢？我说了。你不知道有很多癌症患者其实后来都莫名其妙的好了吗？我不知道。所以家人的想法，我现在听明白了，家人的想法，我们都接受这个现实，你得配合我们好好的活着。活好每一天，是这意思吧？他现在有点作，不好好活，是这意思吧？所以你心里难受。对。你们现在也能接受他患病的事实，这都能接受，对吧？这不能接受也得接受，没办法，没选择了。这就理解了，这就明白了。我们希望你能够把每一天都过好，也许在过好每一天的过程当中，奇迹就出现了。而老刘觉得，我就这样了。各位老师，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个。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个急诊室里的大夫讲的一段话，说人生什么时刻最难啊？对于家属来说，病人送进了这个急诊室，所有的大夫都知道，其实施救和不施救，在科学意义上来说，结局已经出来了，但是对于病人家属来说，那个时候即使知道没有希望了，也要倾尽全力去搏一下，啊！你们家过去就是这么做的，对吧？我们是也这样，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不配合。但是他不愿意嘛？他不愿意，他不配合。所以呢，应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他现在才认可他有病，因为疼了，疼的受不了了。听懂了，所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哥大嫂，我问一下，您二位还等什么呢？这个地方到北京不远。您要坐一高铁，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就是说，我们来录完这期节目，让儿子带我们到北京看一下祖国的首都。他要走不动怎么办？
但是要慢慢的走，很喘。弄一轮椅推着行吗？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去满足他的。然后接下来干嘛？接下来就随他吧。回去再吃两个月的中药。啊、嗯，我带他到白海去玩一趟。我问一下，你和你老公现在，你们夫妻俩现在还剩下什么开心的事儿？告诉我一件。开心的事就是带他出去玩，他开心我们。就是，所以我上来就问你们还等什么呢？一个人开心或者不开心，不取决于他肺上长什么，一个人开心或者不开心取决于他这儿装着什么。这个脑袋里如果只装着一件事儿，叫肺癌晚期，那对不起，我开心不了。这个脑子里可以装多少件事呢？可以装千万件事儿。你们现在一家人的状态是围在一起，天天就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谁看他都不开心。那一家人围在一起持续不开心，你让他怎么治？好的，我知道。好吗？你们家就好比是一个盘子，这个盘子里你可以，这个盘子里只装一个味道叫苦，你也可以在这个盘子里酸甜苦辣咸全有，这时候这个盘子就五分之一苦。我讲明白了吗？好，别等了。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是刚才大哥大嫂还有儿子上去，我都听到了一种大家心里的那种歉疚，好像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大哥觉得对不起大嫂这么多年，老了还给子女添麻烦，然后大嫂觉得现在如果不治的话我就对不起大哥，儿子也觉得如果爸爸真的因为不治疗走了，我心里会特别愧疚，就大家心里有一种满满的抱歉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真的是我最近想的，就是每一对父母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养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何况我觉得二位其实养大了三个孩子，虽然我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他长得又帅然后又很懂事儿，就是这三个孩子就是你们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成就，然后也是未来的希望，未来可能剩大嫂一个人，但是未来三个孩子还会生很多的孙子啊孙女儿啊，生活还是会有一些很美好幸福的时光吧。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抱歉，其实都很了不起，我真心这么觉得的。然后治疗的话，我觉得到这个阶段其实尝试一下中医也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啊。还有像大哥现在偶尔抽根烟啊之类的，如果真的人生就剩几个月了，我觉得抽一根就抽一根吧，真的压力很大很难过了。反正大家都稍微放松一点，把那种愧疚啊抱歉啊这种沉重的心情稍微放下一点，可能最后的时光会大家都舒服一点吧。还有就是我刚才一直看川哥后面这几个字爱情保卫战啊，我开始的想法就是觉得爱情这件事儿在这种生老病死面前显得那么无力啊。嗯，但是我回头一想，其实他们在台上说的不正好就是爱情的力量吗？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这种深厚的感情，可能都不会来这里，也不会说出刚才那些话，那种真心为彼此去考虑的话吧。所以我觉得也挺契合这个主题的。嗯，哦，这是我想的。谢谢老师。我特别想跟大哥说一句，假设您还有一年，您希望这一年是一家人天天开开心心的，还是跟过去您那60多年一样，总是很艰难，总是很苦的？如果还有一年，我希望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更好。我相信您可能希望每一天你们家里的人在一起拍出来的照片都是一家人喜笑颜开的，至少在未来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您的老伴儿看到这些照片想起您的时候，他心里有盼头，他觉得至少最后那些年最后那些日子我过得真的很舒服，你真的做到了您说的对他有亏欠您想给他。我之前看过一个跟抗癌有关的电影叫《遗愿清单》，我就看《遗愿清单》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就讲了一个老爷子生病了癌症，他就想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儿没做过，我一定要去做一下，他就写下来他的心愿，他找了一个朋友陪他一件一件的去完成，他们在一起一起笑一起哭特别开心，他觉得这辈子值了。我觉得其实您的心愿跟刚才我看这部电影的心愿一样的，
您不是希望带着大姐开开心心的再把最后的日子以美丽的方式走完吗？对 对, 对。那您就列出来您真的最开心的，可能不一定要出门，因为大哥的身体可能不一定支持他能够长距离的去旅游，您可能陪他做一顿饭，嗯，您可能这辈子也没陪他做顿饭，您可能就陪他去菜市场逛个菜市场，对吧？我们去买个菜，好久没一起买个菜了，一家人坐到这个地方，可能过一个生日，叫着子女一起，我们真的戴上那个皇冠，切一个蛋糕，您可能记录下来所有的照片和所有的视频片段，都是开心的，可能就能了了您的心愿。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无牵无挂来，但是我们走的时候总是有牵有挂的，但您不希望你走的时候有牵有挂的，那您就先变得开心起来。我知道让您开心很难，但是您还必须得开心起来，因为您开心了，您身体也稍微舒服一点，他们看着您才能更积极地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我觉得对于您现在来讲，多一天算一天，您别想我没几天了，您不如想我多一天算一天，我多陪他们一天算他们一天，至少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会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周老师。本来一个好好的家庭，一家五口历经了这么多年的风雨磨难，终于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把这个家搞得一团糟。是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爱的人长命百岁，长长久久地陪在我们身边，但是可能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也只有你们作为亲人，你们的陪伴，你们的爱，才能够帮助他去正确地去面对，去接受，甚至去战胜他。我还是相信奇迹的，但是前提是这个治疗可能不一定是放疗，也不一定是化疗，可能最好的良药是你们家人的陪伴和发自内心的爱。我真的很希望看到你们一家人在困难面前站在一起，一起陪伴，一起面对，用你们的爱去创造奇迹。我相信奇迹。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张老师啊。其实面对这种困难和困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雷鸣老师那个我是特别认可的。这家里面不生活了，一个家里面有一个癌症病人，全家人都不幸福了，没有吧？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打垮了呢？艾米尔老师说您特别好吗？因为有爱，所以你们充满了对彼此的亏欠，但是你拿着亏欠过日子，不是让你们的爱全部都付诸东流吗？你们是相爱的，对不对？你们是希望彼此好的，对不对？那希望彼此好，不就微笑面对吗？就是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人会相信爱情，什么时候人会相信精神的力量，就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通路都走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东西的力量是最大的。我觉得你挺棒的了，老刘。我还得带我老婆去北京，没有错爱呀，没有白富啊，就生活里面你会发现生活就是这样嘛，它挺好的。恰恰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当老婆的，不是我说你哭啥哭，有啥好哭的？我感觉我压力很大。你等他还没走，你有啥压力？你有什么压力？该看病看病，该治疗治疗，他已经选择了一种中医的治疗方式，欣然接受就好了。你要相信生活是有奇迹的，即使生活没有奇迹，其实你们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了。就靠做小买卖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成人，不是一种生命的奇迹吗？你还要怎么着啊？我是真的特别受触动。我一个堂姐的老公，他的父亲就突然梗了，生命所有的指征都不行了。那还是做医疗器械的呢，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你知道老人做了一个什么选择吗？我不是舍不得家里的钱，我知道我不行了，你们让我有尊严的走，那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接受治疗，正常生活，一家人当他就是个病人就完了吗？咋着啊？你得变。既然你们一家人都那么爱他，你们彼此的情都那么深，不要天天哭哭啼啼的，擦干眼泪，微笑面对生活。我看老刘来精气神也挺好，要有一个信念。谢谢。好好活着，活一天就开心一天，好好活着。谢谢老师。别那么绝望，做好最坏的准备，其他的事儿就交给生活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重新再来，不要把我的病想得那么远，会出现奇迹的。我希望奇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等到我们孩子结婚生子，那个享受那种天伦之乐，那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盼望的，我们等待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等到那一天儿孙满堂的时候，我们要永远的生活在一起。说着说着怎么又说哭了呀？来，儿子上来吧，来，有请儿子。来来来，牵着你爸的手，一家人在一起，来吧大姐，来。老刘，为了他是不是应该活好每一天啊？是的，谢谢老师。对吧，你要走得太早了，他一个人就也没人照顾他了，所以你为了他，如果你真爱他的话，你就好好活着，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该吃什么药吃什么药，该干嘛干嘛。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该干嘛干嘛，好好谈恋爱，好好工作，该干嘛干嘛去，爹妈的事儿交给他们啊，好吧。好的好的，你还难受呢大姐？不难受了。不是，该难受难受。我开心了。不是，想明白就好了。开心了，谢谢各位老师啊。好好去玩，谢谢你们啊。来，请回请回，祝你们幸福，请回。爱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家庭的温情我们也感受到了，所以常常在想啊，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面对一个人生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可能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希望这个家人在这个舞台上面找到他们因为家庭的巨变而失去的，他们忽视的那份爱和那份情，然后用那份爱和那份情去战胜他们现在面临的困难。祝这一家人幸福快乐。了解下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对我疑神疑鬼，总觉得我骗他，他就是对我不信任。他一直说自己很忙，总能找到很多理由不理我，他就是不在乎我。他做事情太幼稚了，想一出是一出，从来不考虑后果。他的未来规划没有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黄21岁，来自福建，学生，有请。小林21岁，来自广西，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异地恋，对，不安全，所以来。怎么会异地呢？这么年轻。他是我那个妹妹的那个大学同学啊，大一的时候暑假回家嘛，然后他带来那个福建，然后我们这样认识的。哦，你在哪儿读书现在？我现在在杭州读书。你在哪里读书？我现在贺州读书。哦，我的妈呀，这是你妹妹的同学。对，等于他跟妹妹到你的家乡玩。对，带了个同学就被你看中了。对，这异地多久了？异地一年多了。喜欢吗？喜欢。你喜欢他吗？喜欢呀。喜欢这不是挺好的吗？咋了呢？但是有很多矛盾，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啊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嘛。有，现在男生都怎么了啊？怎么缺乏安全感？为啥？然后就是平时我微信一找他聊天，他就经常说他很忙，对我不理不睬的。有，我感觉他就是不太在乎我，就不太在乎我们这感情，我就感觉对这感情没有什么希望，就很多次想分手，但是呢他分手呢他会又会回来挽回，然后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分手和好分手和好，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们分过多少回手？好多次，很多次。姑娘为啥呀？因为我平时挺忙的，我也不是说故意不理他，而且就是我其实不怎么会聊天，见面的时候会跟他做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但是我确实不太会说。异地啊，说和表达是一个挺重要的，因为见不到面嘛。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哪些？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前男友嘛，现在跟他一个大学，是他初恋，而且他那个前男友呢，就是从长相还有身高就跟我长得挺像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前男友跟你长得挺像的，
他们分开了啊、哦，我能理解了。对，而且他跟他前男友分手之后不久，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我就感觉我像他前男友的替代品一样。你这么认为啊？对，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好好，而且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嗯。我跟前男友一个学校，那分手之后也不一定就是要变成陌生人或者敌人。我们既然退回到了朋友，那就是说明我们都能放下了，都已经和解了。而且他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我觉得他们两个也不是特别的像，就是我觉得他多想了。嘿，你怎么想那么多啊？而且他就是很多事情他不问我，他去问他前男友怎么处理，他觉得他前男友的处事比较稳重，他觉得我很幼稚。这你怎么会知道的？他跟我说的，每次吵架之后他跟我说的。就是我跟他异地恋嘛，然后我在学校也没有那种交得上新的异性朋友，那我就会去找我的前男友寻求一些帮助。那他还经常跟他前男友一起见面吃饭，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出去玩，他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是这搁谁都，雷老师你能受得了吗？绝对不能。赵老师你能受得了吗？坚决不能接受。小鹏老师你能受得了吗？那肯定不行啊。艾米尔老师能受得了吗？不行，我们没一个人受得了。好家伙，你得让他胸怀得多大呀？你怎么回事姑娘，你真这样啊？我会真跟前男友吃饭什么的谈心是吧？嗯，会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普通朋友的一个做法。那不是你前男友吗？你们俩为什么分开？跟前男友大家性格不太合适。谁提的分手吗？我提的。哎呀，要不然你跟前男友复合得了，我觉得。但是我现在喜欢的是他呀。他对前男友特别好，然后就跟他前男友对比，我就感觉他对我特别的高冷。不，你怎么对比的？什么还特别高冷啊？你说。有一次就是去打球嘛、嗯、然后膝盖扭伤了就很痛，我想让他关心我一下嘛、嗯、我就打电话给他，跟他说了我受伤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感觉像没发生过一样，就没关心我。他直接给我发了一个那个淘宝链接让我看，帮他选衣服。我就感觉他很不关心我。他受伤的时候我也很心疼，但是我们异地嘛，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分享一些我的事情给他，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让他没有那么烦躁。那上次呢？上次打电话给你从晚上8点多打到11点，打了几十个，你后面你接了一个还没说两句你就去洗澡了，你这是干嘛？是这样子的，我是英语专业的，但是我平时会去社团里面排练，我很喜欢跳舞。那天晚上我从8点多一直排练到11点，我也不是故意不理他，我是没有看手机。然后呢，我看到手机之后我就给他回了一个电话，当时11点多了，我就觉得我先去洗澡，洗完澡以后大家就早点休息，这样对谁都好。难受是吧？主持人你说他是英语专业的，是不是得把精力放在英语上面？啊，学生主要还是学习，那么多时间跟精力放在那个舞蹈上面，这样会耽误他的学习。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坚持这个东西很多年了，本身呢就是我从小是学跳舞的，我也有想过报那个舞蹈的专业，但是因为我身高的限制我就没有完成这个梦想，我就觉得很遗憾。我就觉得我可以用我的课余时间去坚持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这咱就管不了了啊，咱谈恋爱人家还是自由的，他需要爱好，这个咱不能说人家什么，知道吗？臭小子就是出去表演嘛、啊、他出去穿舞蹈那个服装就穿得很暴露，因为我这个人思想比较传统一点嘛。不是，你跳什么舞的？我之前是跳民族舞的，现在学的是街舞。街舞怎么会暴露呢？不都穿大裤子？那种短裤子，然后就是衣服到这边，我就接受不了这点，就他会穿出去给很多那种异性看。他总是觉得我穿给异性看，可是台下哪是只有异性观众的呀？啊，对对对对对，这一会儿再说你啊，这倒没什么，这是你自己理解，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啊，没别的事儿了吧？还有吗？他很喜欢跟一大堆异性朋友出去喝酒，大半夜不回寝室跟一大堆异性在外面玩。不是，是你咋知道的？我妹妹跟我说的。每次他去喝酒，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不接，他到第二天才会回我信息。他一个女孩子，主持人你说一个女孩子大半夜跟很多男性在外面喝酒，那你说能不担心吗？不，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喝酒就不太正常，在我看来啊，我觉得我是不太能理解。小鹏老师能理解吗？我们是不建议，特别是大学的女生，然后跑去酒吧。 对，还要喝酒到半夜。对对对。艾米尔老师呢？这是她的自由吧。啊，女性是有自由的，这是她的自由。你看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你是不是特别认同艾米尔老师说的？我觉得两个老师说的都有道理，确实女孩子在外面喝酒是不好，但是我每天晚上都会排练到很晚，白天要上课，
然后我需要一个发泄的一个方式。他跟异性接触的特别的频繁，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跟四五个男生一起出去吃饭、聊天，一起出去逛街，他一点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不，这你咋知道的？妹妹跟我说的。哎呀，你妹妹怎么老传闲话呢？真是。有这事儿哈？有，因为我平时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生，然后你也知道我们这种跳街舞的男生也会很多，所以说我就会跟舞社里面的男生就混得特别好，然后我也觉得跟异性玩的话就没有跟同性那么就是有那种勾心斗角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就是排完舞之后一起去吃饭或者是逛一下放松一下，就是这样子。理解理解，反正吃醋了对吧？对，就很难受，因为我每次跟他见面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他就手机上就很多异性朋友就都在聊天，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帮他就是拍了一张照片，他直接发给他异性朋友看，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我想我拍的照片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评论？不，他是发到朋友圈里还是单独发私信？单独发，因为他拍的照片真的很丑呀。然后我那个朋友是专门学摄影的，然后我就想让他给我对象指导一下，但是他就会觉得我是在跟异性的那种不好的交流。是我承认我拍摄技术不是很好，可是我为了他再好好学，他一点都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好好学。你在恋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我都记得，你会给我送花、做照片墙，然后给我写小纸条什么的，我都记得。但是你恋爱之后没几个月你就说我们不需要那些仪式感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啊你就说这种话，那以后怎么办呀？我是需要这些仪式感跟这些浪漫的。感情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你平平淡淡你才是真的。哎，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呢？我是觉得他前后的变化挺大的。有哪些变化呢？比如说，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女孩子，然后我去他们家那边玩，他就会领着我们去吃东西啊玩呀，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他会就是把那个餐具拆开放在我面前，或者是夹菜给我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很打动我。但是在一起之后呢，他就是不太注重我的感受了，让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男朋友一样。比如说我想吃什么什么，他可以说那我们一起去吃呀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那你去买呀。我觉得嗯，为什么你是变成现在这样子，你以前不是都在照顾我吗？还有什么变化呢？他会变得特别不信任我，特别疑神疑鬼。我跟那些异性的那些交流什么的，我在认识他之前也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认为你没有变是吧？你还在正常的按照你过去的社交方式在社交，对，他在干预你的社交，对吧？对。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满意的吗？还有一次，我不舒服，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在干嘛。后面我知道了，他是在打游戏。平时打游戏我就都不管他了，因为我也不喜欢别人管着我，我也不喜欢管别人。但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在打游戏，你不接我的电话，后面打的多了他还拉黑了我的电话。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打那个排位赛嘛，我是跟四个室友一起玩的，我当时就是我们要赢了，然后我要是退出去了以后怎么跟我的室友们相处。他对朋友也确实挺好，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朋友比我重要。你们俩在这个问题上都挺像的嘛。后来我有让我妹妹就是买一大堆那个红糖水还有东西过去照顾他。委托给妹妹了哈。对，因为他们一个学校的嘛。你们什么时候毕业啊？过几天就毕业了，就十二月份多就毕业了。啊，十二月毕业？对，我毕业后其实我有一直跟他谈这个未来的规划，家里就是房子跟车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会减轻我们的压力，我们就会就是负担会比较小嘛。可是我每次呢跟他说这些事情了，他就就每次都。就是你希望毕业之后你们俩一起回老家，是这意思吧？对，可是他每次都就是搪塞过去，就每次就就再说吧，就这样很敷衍。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规划挺好的，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我的实际状况啊。因为我从小在广西长大，他是福建那一边的嘛，我过去你肯定会不习惯。再说了，我从小我父母都很疼爱我，就是
因为我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不仅我父母，我其他亲人也很疼爱我。我就想我长大以后肯定要回报他们，去照顾他们。那如果我跟他去了福建那一边，那谁来照顾他们呀？我是想说现在交通这么便利，只要他想回去，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回去看望他的父母。反正那么便利就去广西不是一样吗？我生气的不是这个，回福建就随时回了嘛。我气的是他每次呢，他就每次都是这样，就是一跟他说到未来规划，一跟他说事情，他就每次都是搪塞过去，就是很敷衍的状态。因为我不想就是那种我现在答应了我到时候又反悔，我现在也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真的不能先答应你。问你几个问题啊？嗯，现在应该没考虑过要嫁给这个臭小子吧？有考虑过，因为真挺喜欢的。还喜欢他什么呢？你看啊，恋爱之后也不浪漫了，怀疑多，心眼小，喜欢他什么？虽然他有你说的这些缺点，但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自己说的，好吧？嗯，就是虽然他有这么多我认为的这些缺点，但是我觉得爱一个人不是只爱他的优点，要包容他的缺点。我都知道这些缺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不是我问的不是喜不喜欢啊，我问的是打不打算嫁给他。你说打算是吧？嗯。这也好奇怪的啊，准备去福建了？这个我还没有想好。不都打算嫁给他了吗？可是他也可以跟我一起回广西呀。啊，行行行。去福建是肯定不考虑的是吧？嗯，这个有待考虑吧。所以你看姑娘挺厉害，反正我把什么都不给你确定，都不明确表态。对，她就是这样子是吧？就每次问她，她就给你一个就是很模糊的答案。定语已经给你定上了啊，心眼小，爱吃醋，管得严。我问女生，你喜欢她啥？喜欢她在领着我去玩的时候逗我笑。哦，逗你笑。因为他平时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还有吗？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学生，但是他会自己攒一些钱，然后就是很舍得在我身上花钱。哦，虽然说我不是那种一定要让他为我花钱的，但是他会主动给我花钱的那种。行吧，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些矛盾好好解决了。然后把什么矛盾解决了？他总觉得我冷战不理他，但是我觉得我跟他沟通不太顺畅。哦，行吧，你的目的呢？我的目的也跟他一样，就是想把矛盾调解了，然后好好的在一起，这是我内心的想法。哦，可是解决了还是这女孩吗？你看她喜欢跳舞，她喜欢在她的社交当中有异性，她喜欢社交的方式是单纯的，她喜欢夜晚没事的时候去喝两杯解解压，而这一切都是你不能接受的呀。我们要改造他吗？女生也一样啊。这个男生就是会打游戏的时候不愿意理你啊，他就是越来越变得没有情趣了。他所追求的就是安稳的生活呀。我爸妈已经买好了房子，买好了车，我们要少奋斗啊，所以毕业之后我要回到我的县城去啊。但是你是积极上进的，我们要帮你们改哪个矛盾呢？解哪个冲突呢？两位来吧，交给老师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就是你的女朋友，她身边每一个异性，不管是同学、是恋人还是前男友，好像都各自有功能。比如说舞社里那些跳街舞的男孩子，是在你练完了舞之后一起去放松的，然后这帮哥们儿就去了。比如你为什么经常要跟前男友一起吃饭，要跟前男友没事就见面呢？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比你的前男友幼稚得多，有好多事儿你需要你的前男友给你出主意。这又是一个功能，这是一个智囊功能，拿不准的问前男友。想放松了找舞团的哥们儿。然后我就开始坐在那儿设想你的异地恋现男友的功能是什么。忽然之间我就发现了，一个女孩子在学校里面天天身边徘徊着舞团的哥们儿们和一个前男友，这个女孩怎么能跟这些人保持一个微妙的社交距离呢？我有男朋友的，只不过不在这儿，他在福建。所以你是个好人。哎，我找到你一个功能，
影背墙的功能，有一个逻辑我没整明白。你说他应该信任你，你说他就不应该那么小心眼。现在你告诉我啊，好比说我是你的男朋友，你晚上身边围着五六个男孩，然后你没事就跟前男友坐在一起吃个饭，你向他探讨一下人生，这都是隔三差五的事儿。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告诉我我信任你，咱们还是异地恋，这时候你告诉我我信任你的逻辑支撑在哪里？我爱你。我就算再爱我也不傻呀。我爱你啊，姑娘说我是爱你的。不是，你得告诉我就是逻辑支撑。因为爱情，所以房买就买了。你可能到现在还是备选之一，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吗？嗯，谢谢李老师。一听异地恋我又开始头疼啊。我为什么觉得异地恋很难啊？因为我觉得多数时候大家是跟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在谈恋爱，就真正这一年多你们在一起面对面，心思都在对方身上，相处的时光到底有多久，那个时光里够不够你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因为刚才我看川哥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你们不是很确定的能够回答出来，甚至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可能都是跟自己脑海中的另一半去谈恋爱吧。然后我感觉两个人的问题，可能女方的问题会稍微多一点吧。啊，那为什么就是说跟前男友能够走得这么近，然后跟身边的异性朋友说这是所谓很单纯的关系，不像女孩子之间那么勾心斗角。我就真心想问你一句，你真的觉得他们对你都是很单纯的想法吗？在所有的异性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向你表白吗？在某一次酒后你扪心自问一下就可以了。那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多人围在你身边，因为你只有21岁，就是个年纪带给你的。你也不用觉得自己情商很高啊，前男友现男友和身边的这些备胎我拿捏得很好啊。你大10岁你再试试，31岁你再试试。所以不要把这种年轻，这种对异性的吸引力当成一种资本去挥霍。但男生也要好好想一想啊，这里边我觉得都是一场幻觉。但是年轻嘛，就是有时间可以去做梦，有时间可以去试错犯错，是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无关痛痒，两个人可能还会继续选择在一起，不会放手，但是就当是一段青春的经历吧，只能这么说了。好，谢谢艾米尔老师。我觉得这两位来就不是让我们帮忙改造人的，你们直接来就是让我们帮你们换人嘛，就直接说怎么换人更合适一点。我觉得先说一下男生吧，你知道对于恋爱关系当中你真的是爱这个女生吗？在我的角度看，我觉得你不是爱他，你是因为竞争不上，你在一直追求，你一直在跟其他各种男生竞争这个女生的爱，所以你才会持续保持不断一年的异地恋。如果你真的跟他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城市，我估计你们俩恋爱谈不到3个月你就会立刻被他淘汰，因为你们兴趣爱好不一样，喜欢交的朋友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包括你们的消费理念都不一样。而为什么你在异地恋的过程当中能持续一年呢？因为竞争，你有强烈的竞争优势。你觉得虽然我跟你的前男友长得像，但是你先选我了，虽然说你现在还跟其他男生在一起，但是我每次跟你提分手的时候你又选我了，你觉得自己赢了，但你真的赢了吗？没有赢，像刚刚雷老师说的一样嘛，你无非就是他现在需要的一个牌而已，所以你并没有在这场真正的竞争关系当中赢到你想要的爱情。因为我知道大学里边最纯美的爱情一定是心有独人所属的，他会为了你拒绝所有异性的诱惑，会为了你拒绝所有异性的邀约，包括他要去跳舞，他会提前告诉你，亲爱的我要去跳舞喽，我今天可能要练3个小时，3个小时过后我们联系吧，一定是要分享的。他没有，他去跳舞他都不告诉你，你会苦苦打电话。所以你无非是在竞争一段你想要的爱情而已，但是告诉你输了，因为你竞争的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爱情。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你想跟什么样男生谈恋爱可以吗？可以，可以长得一模一样，可以性格不相似，可以他是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说跟你同时跳舞，跟你去喝酒都可以。但是你别忘了一点，当你在跟你的前男友聊天的时候，
你前男友心里想的是，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专一的女人，因为她谈上恋爱跟我分享她的情感秘事儿。你在跟其他男生喝酒的时候，其他男人想的是，她不是有男朋友吗？哦，那是借口吗？不是的，原来她是很好撩的。没有一个人在内心当中是尊重你的，所以他们可以跟你在一起，但没有一个人真正追你。真的，你想想你亏不亏？他对你专一吗？是对你很专一，但是他是花钱买了你的爱，他不给你钱你肯定早离开他了。你前男友对你专一吗？不专一啊，因为你们还是不合适分手了。那些跳街舞的男生对你好吗？不好，只是拿你当玩伴而已。所以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最好的爱首先是自爱，当你自爱过后，你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所以姑娘不喜欢就跟他讲我不喜欢，分手重新找回你的尊严，找回你要的爱，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这个女朋友是你妹妹给你介绍的？对。冒昧的问一句，那妹妹是亲的吗？亲的。怎么感觉像报仇来了？这么了解的一个同学，事后也不断的跟你爆料，她去跟某某男生，对吧？某某前男友一起喝酒去了，一起聊天去了。那既然知道这个同学在男女相处上界限感如此之差，怎么会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亲哥哥？你今天来让我们帮你改造他，很抱歉我们做不到，我们最多只能告诉你该怎么选择。年轻人谈对象可能会因为感动而误认为那是爱，也可能只是对皮囊的欣赏就把它当作爱，但真正合适在一起的是两个人的三观。如果说你遇到的是一个对的人，其实什么都会对，而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错的人，对不起，怎么都是错。所以呢，对于小黄，我建议你重新的思考一下，你谈了一段什么样的爱情，谈了一段怎样的恋爱。那么对于女方呢，我也想真诚的建议你啊，对待感情还是要坦诚，还是要去处理好跟其他异性相处的这种界限，否则的话本身异性恋就经不起距离的考验，偏偏你还要给他加上更多的风险，那么我很为你们的未来感到担心。好，谢谢。我吧，我得替女孩说一句，好像我们说的内容很多针对女孩子。我问一下，今天你是想让你的女友有所改变，对吗？如果她真的有所改变了，她是不是就能比一个排位赛的结果重要了？他现在在你心里的重要性还赶不上一次排位赛的结果哦。所以面对面吧，啊，结论其实很简单嘛，两个人都没有爱上嘛，没有真正的爱上对方嘛。因为在爱里最核心的付出是出让我核心的利益，对你来说排位赛就是核心利益。因为爱，我可以为接你的电话而放弃排位赛。对女生来说，跳舞是她的核心利益，因为爱，在跳的过程当中我愿意接你的电话，就这么点事儿。没有啊，这好像变成了为恋爱而恋爱，而不是因为爱上。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挺不容易的，我们还是异地恋，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挺喜欢你的。其实我感觉像刚才评委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一开始爱你，最后你也会爱，你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么它就是对的。我来上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我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我想调节好我们之间的矛盾，然后继续好好的在一起。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会坚持我自己的选择。谢谢两位，请回。猜猜他们会怎么选？雷老师，我觉得刚才男孩表达得很清楚，他肯定出来，女孩有动摇，女孩不一定出来。艾米尔老师，我觉得应该都会出来吧，女出男不出。那刚才男孩那段话啥意思？我听错了是吧？有可能是最后的对自己内心的挣扎。哦，好，张老师，双出。
年轻反正输得起。好，好，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做选择，请开门。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啊！请回啊！两位年轻人是一脸不高兴啊，我在想为什么一脸不高兴还要牵手呢？啊，生活其实有的时候需要摔打和历练，有些朋友就是在摔打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有很多观众问啊，说你们在这儿说了这么多，有一些年轻人就压根儿没有改变，然后牵着手就走了，你们说那些意义何在呢？我们说这些话的意义并不是要改变别人对生活的选择，而是告诉每一对热恋中或者在恋爱当中挣扎的朋友们，你可以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段感情。生活当然是你选，但是看待问题的生活的角度其实有太多了，老师们提供的是角度啊。也许有一天啊分手了，想想今天老师们说的话，你会后悔，我那个瞬间分手，我得节约我多少人生宝贵的时间。但是你发现恰恰是你认为浪费那段时间，可能才让你未来的人生变得更精彩。这不就老师们所说的吗？因为年轻，所以他们还有资格去消耗和历练。祝他们幸福啊！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跟我老公呢今年刚结婚，因为我们俩呀都30多了，我就想结婚后立刻生小孩，省得以后呢身体越来越不好，况且呢他妈妈那边催得很紧，但是我老公呢还是想再过几年二人世界，他说呢他不想多一个人出来分摊我的爱，但我觉得他只是嘴上说的好听，他还是不想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也没有为我考虑。他这个年纪不用担心生育，但是我对自己的身体有担心，我也怕引发家庭矛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俗话说得好啊，急事缓办，越是心急呢越吃不了热豆腐，尤其是要孩子这件事情，它其实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生活模式要发生转变，刚刚步入婚姻不如先稳定一下，然后再去考虑要孩子的问题，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你们两个人之间会有更多的问题，甚至是矛盾产生，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磨合好就着急走进下一个人生阶段的话，恐怕那个时候也会后悔的。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